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图里面哈，这三条线互相平行，那 AB 等于二 ，AC 等于五，哦 ，AC 的话等于五，所以这是等于三呐。他说 AC 等于五嘛，这二，所以这是三。然后这个 DE 是等于 x 加一，这是 x 加一。那 EF 是 x 加七。这是 x 加7啊，那么他问你啊 ，x 等于多少？好，那因为这三段互相平行嘛，所以这个比这个会等于这个比这个，哦，就是二比三的哈，会等于 x 加一比上 x 加7，哦，也要交叉相乘，就2x 加上14等于3x 加3，那个移过来。x 等于多少？14减3，这11啊。所以 x 等于11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C。